来，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信长接望》，我是老郭啊，要更新啦、啊，每周三啊，来，讨伐第二周啊，讨伐第二周哈、啊，那四月份的每周给的每日给的，好、啊、登录礼已经结束了哈、啊，那因为22号那天有活动，那我忘记了哈。啊然后后来发现很多玩家都没有玩到那个活动，然后那个时间又很短，所以很多自选很多人没有领到哈，那我也没有领到嘛，我想说就算了哈，就后来改成大家只要登录都有了哈，啊在时间内登录都有了哈，登录那个登录里的密码哦，他都给了哈，所以我也刚好捞到了哈。哦，运气很好，可是非常有趣的是，因为它是账号给两个嘛，哈、哦，啊，我又开两个小号上来领，结果两个小号都有领到不错的音节哈、哦，啊，反而主号拿不到哈、哦，主号开了蓝星星哈、哦，来，我们来看，这有时候就是看脸了哈、哦，不是给你就领，一定开得到了哈、哦，来破天荒讨伐路第二周什么任务呢？我们就直接解任务了哈、哦，来西雷。哦，然后道场二凶祸雷神哦，黑雷哦，风神明雷年神大雷，其实最难的是速斩明啊，可是这是普啦哈、哦，这是普哦，所以应该还好啦哈、哦。好，那我们这一周呢，我听说有人冲到几百个铃铛哈、哦，其实像这种的话呢。是官方失算的了因为有人专门在爬楼的，他就直接就是从一楼爬到顶了，那当中累积的次数就很可观了、欸、那我在讲什么，大家听到就好了啦有些人是有办法这样子的他就去自动爬楼了那这个没有错了因为他不是动程式码的内码了自动爬楼他是用模拟滑鼠的方式这个东西是。没有问题的啦哈，没有问题的。好，你不要去动人家程式的东西，这样就没事了啦哈。反正你动你的电脑的东西，它官方都拿你没办法。啊，反正就是自动爬楼，它直接就从一爬到1000哦。那早上醒过来，一天大概我们有跟过来，一天大概爬个300楼吧，300楼。那跟大家讲一下哈，如果你要比较多证的话，就是去买道具哈。招财猫哈，啊，如果你要靠普通的话呢，你就是你要看每一周，好，每一周不是每一周啦，每一天，哦，每一天它的奖励音节对象，哦，奖励点对象，那通常第一天都是加成嘛，所以就是你就加成开起来打哦，是给的正是最多的哈，对，所以今天冲到早上6点了哈，我刚刚没有在冲哈，我最近开了一个新的游戏，以前我有玩的哈。那现在可能又回来，又从头练哈。那我可能会稍微录一下哈，因为那个阿尔比恩昂麦哈，来西雷哈，西雷在2楼哈，2楼，好，那我们就上2楼。那2楼的话呢，其实他之前我们有说的嘛，梦幻迷宫的话就是500-1000嘛哈。那如果说你今天打得到二的话，哇，那当然就是最好嘛哈。比如说2-1000-1002。二楼，哦，那你要打得赢啊，不是说二就最好，通常都会挑500啦，哦，挑500，502啦，哈，哦，那如果是1002的话，有点难了，哈，我们刷一次给大家看的哈，刷一次给大家看。最近台湾也下雨了哈，那这两天可能会有大一点的雨势。
好，开始，倒，中几个？一二三个没中，再来真田，好，全中了，神剑九万。龙五，好，醒过来了，三十秒就到了哈，砍，好。102，我们看102可以拿几张了哈。哦，11张哎，好，6加3呐啊。其实你开那个502就好了啦，不用开它1002了哈，因为它的门槛就在。好像100吧，然后再来就是不是300、500啊，反正就是你就按它的难度的，它有讲它有多给啦，那我们再看第二只是什么？黑雷，黑雷是几啊？刚刚是2嘛，哈，二四啊，哈，四，那是我们就看504就好了哈，1004。可以过吗？好，我们开504啊，我们开504。啊，504，低一点了哈。504应该大家都可以啦，我是觉得。啊，每一个玩家应该都没有问题哈。那我用攻守来示范啦，就是说基本上这些组合啦哈，你如果能够大得出来的话，应该也打得赢。那当然你不一定有阿果，你可能有其他的神职也是可以、哦、可以尝试看看。那主要就是强化了。那最近流行的是用勇武啦、哦、那勇武要用在物理攻击手、哦、所以我 这一个组合其实靠的是蓝丸，是靠蓝丸。然后蓝丸的攻击的话，我们用勇武去做连个哈，做连个。他这是雅乐，我用雅乐，你可以用个雅乐啊，开个勇武给他。好，太大声了。那我是用九死的啊，有的人喜欢用狮子也是可以的哈。那最近华中华南啊，我之前有影片说过哈，华中华南先淹了哈，然后现在慢慢的它会整个封面会北台啊，因为南风会加强嘛，哦，现在重点是在南海，所以南海过来的南风会加强，它会把封面北台，然后从这个新疆跟西藏过来的人流。会形成一个封面，好，那封面如果不是很强的话，它就是北台，所以这条线会在华中跟华中徘徊，然后往东移，然后出海到日本去，哦，这去年就有形成的现象了。那比较糟糕的是，台湾要靠中国过来的封面来补充水分，不容易啊，哈。好，未来就变成不容易，就变成说，去年是刚好就是有台风的外围环流过来了哈。那因为你的这个高阶的风速啊，就是高层 P
平流层的风速现在比较强哦，那从北方来的冷风比较强，所以它变成说会产生那种强烈热对流哦，可是又不是雷雨包哦，哦，它又不是说原地发展雷雨包，因为以前台湾会有那种原地发展的哦，就在岛屿附近发展的夏热带季节热带的夏季的雷雨包，不过雷雨包这两年好像没有看到了，因为风太强。风强的话，那个水汽会被带走哦，雷雨包会跟着风眠走，不会在原地发展。来，明雷哈，二四七，七个，啊，二四七，应该二四七九，七那就是尾气啊。那大家要注意的是什么？注意的就是从西方往东吹的来自高原的风，或者是来自这个中南半岛的低气压的气流。哦，这个就是说去年有发生一个就是涿州的大水嘛，哈。那当然你说那是人为的 ，OK 啦，可是主要是还是下雨。主要是还是下雨的问题啊，它下雨不是下在平地，它下在山区，哦，所以下在山区的时候就会形成很强烈的降雨在山区，然后造成河道太窄了。因为其实我去年有做了一个专辑，就是在讲，因为你现在都市发展的结果哦，你没有做一个很好的这个排水的规划的话哦，你为了观光去做清水公园，把河道缩窄，甚至你去把这个原本水在走的地方建成陆地，其实这是很不智的行为，这是很不智的行为。因为像如果以台湾来讲的话，河道你不能任意的把它缩减，你要清淤跟拓宽，最好要有一定的深度，你不能让它越来越浅，越来越浅就会洪水来的时候它就很容易溢流。那如果说以中国来讲的话，他没有去特别设计排水的这个东西，因为这个说实在的啦，宁可填马路盖这个路灯啊，插路灯，也不愿意去盖水沟啊，因为水沟这个政绩没有淹大水看不到啊，所以一般来讲政治人物或者是地方的这个政府啊，他比较不会愿意去做这种工程，因为人民看不到哦，当然淹水的时候才会知道说啊，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那没有错。可是问题是，这个东西是在政治人物来看的话，他就说没有办法凸显在表面上，让人民看到他有做事。哦，所以他宁可插什么盖很漂亮的路砖啊，把马路整得很漂亮啊，柏油有啊，插路灯啊，哦，做扛棒啊这样子。哦，宁可去做这些表面功夫啦。哦，那其实如果说你一个都市要发展的好的话，很重要的就是什么？就是配线，哦，各种配线的管道，哦，这个东西你一定要预留出来，而且要整理得很好，而且不要去任意的去挖马路，或者是影响到其他的居民，哦，居住的环境，哦，因为像有些以前就是拉电线嘛，哦，拉第四台啊，拉电线啊，拉电话线啊，拉网路线啊，第四台的线啊，然后拉的满天都是线哦，对，很难看啊。然后其实台风来也很危险，而且它如果掉落怎么办呢？甚至还有高压线，哦，还有高压线。然后我们来看现在是第几个哦。对，这个东西哦，有时候就是施政方面的话，你要有一个大雷哦，球啊哈。二四七九了哈，二四七九哈，好，那就是五零九啊哈。那去年淹水的时候我就说了嘛，就是今年你要准备好船嘛，中国人你不准备好船，那我就告诉你，就那时候我就说了哈，就我去年的影片就说，你就一楼不要用，哦，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处理淹水的问题，那你就把整个生活形态改变，
为什么？你看去到东南亚，东南亚很多房子都是高脚屋，有没有看过？为什么要高脚屋？高脚屋的由来就是因为东南亚常年会有淹水，会有雨季，甚至他们会有所谓的这种涨潮，潮差会有很高的时候，像泰国啊，或者是一些啊、哦、这些雨季的时候会有潮，会有水，会有淹水啊，那不也不叫淹水啊，就是高水位的潮差哈、哦，就会高水位，河流会有高水位哦，然后那三个月、那四个月，他们就会用船。哦，用船，对。那如果说以中国来讲的话，你雨季没有办法处理，那很简单嘛，你一楼以后哦就不要住人了，你懂我意思吗？你就把一楼店面改成哦，改成一个类似哦封住的储货间，好、哦，然后就是大楼梯啊，或者是。可以放密封空间呐、啊，可以密封空间，就是由内往外密封这样子，水不会流进去这样子，然后以后一楼就是不要那个了，就不要拿来做生意了，也不要拿来放东西了。为什么？你水一淹就整个让它淹嘛，你就让它淹啊，我去年就讲啊，就让它淹呐、啊，就不要再用了目前来讲就这样子嘛，那你。说有人一楼怎么办？那就拿到二楼去做生意啊！哦，去调整楼层的使用习惯。啊、哦，以后做生意就是从二楼哦，所有的商店都在二楼。那一楼怎么办呢？一楼就摆地摊就好了，摆那种所谓的路边摊哦，临时摊，你就可以下大雨季来了就往二楼撤，甚至你二楼就盖天台，把每一栋楼之间你去搭天台，好、哦、搭。可以走路的天台、哦、就是说如果今天真的下大雨了或怎么样了，就让人们走在二楼、哦、不要去走一楼了、哦、这样子。那它淹水不是每个地方都淹啊，它其实它是还是会有路线的嘛、哦、就把那个路线给规划出来，就那一区、哦、特别会淹水的那一区、哦、而且它这个一淹可能有时候就是、一个礼拜嘛、哦、一个礼拜一个月这样子，所以变成说就搭船就好了、哦、就准备小船、哦、真的要进进出出就准备小船，你要有办法啦，不是说好都打完了哈，那我们来打道场二，好、哦、打道场二，走出去，我不会特别刷很多宝箱啦，但是我会建议大家，如果说你今天想要囤很多物资的哈，那真的就是需要多刷一点哈，趁这个时候多刷一点。我很多铃铛还没拿哈，趁这个时候多拿一点啦哈。那我们可以一次把能接的都接了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有哪几只哈。那要接，我们看一下哈。要接雷神、风神、年神跟树长啊，年神啊不是，雷神、风神、年神、年神、树长。啊，就这样了哈。2479，雷锋年树，树展名字，树展名的哈，树展名呐，尊是一个称呼了哈。来，雷神，雷神啊，你要打几也可以啊。雷神，雷神接，然后再来。风神接，年神守护龙，古物年神啊，这当中这个
这当中只有那个树展明会难一点。啊，荒神显现啊，荒神显现，我早上上周有说他该不会给你开一个树展啊，真的开了啊，啊，树展哈、啊、比较难一点，树展比较难一点，对，那打这个道场二的话，其实有两个方法嘛，一种就是强攻压下去，强攻压过去，那强攻压过去的话。前三只是可以的哈，速展明我是建议不要用压的了哈，我会建议用正攻法了哈，就是有补有盾有抗速这样子哈。那通常的话呢，哎，音节呼叫六，不要用，用不用。没有一把真田拿掉，好，这就是速攻法哈，用抖的哈，然后再加上九死哈，但是我们可以不用这个真田，好，不用真田，为什么呢？因为我用武田就可以全抖掉了哈，那怎么办呢？怎么办？我们就是再加一只啊哈，再加一只。那加一只攻击的，好，比如说我们要放谁呢？再加一个攻击手了哈。那也都会说用紫的啊。好，我们用藤校好了，用藤校好了。雷啊，看一下哈，古金雷击中，可以 ，OK。艳媚法。艳媚法，心得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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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都没有了哈，就是古今雷击咒疯狂了哈，疯狂古今雷击咒，证明礼拜一下，然后可以叫宠物哈。叫个宠物，哎，我们叫个这个好了，走，打野怪会掉箱子哈，啊，打王会掉钥匙，这个是不变的事实哈，那没关系哈，来雷神哈，雷神索尔。那通常以前这只还很强的时代啊，我会跟大家讲哈，啊，这一只上面要注意看，它有一个技能就是在这里啊，这个，你们看到它的土属非常高，它这个土属三十七，所以变成说现场用土属的技能打了都很痛，好，啊，当然我也用土属的了哈。那他也是徒手的，他两边比赛看谁打比较痛。那如果说你今天攻击手没有徒手的，那很简单哦，你就用个技能把这个转回零哈，或者转回负的哈，那雷系打的就不痛了。招雷祈愿。我都用九十的，用九十去打了哈，用九十去打。哦，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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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好痛好痛！古今雷召集，好，开始抖。神剑制服，
好，雷神，好，然后再来风神哈。糟糕，忘记一件事，刚刚忘记把队形地给它弄起来哈。来，真田拿掉，呼叫，藤相。好，跟路，五、哦，最近在找工作，找服务业哈、哦、啊，人家嫌我们老啊，真是麻烦嘞、欸，老了人家不要用我们了，心有余力不足，来，这个可以用洪荒之力哈、哦，洪荒之力就找不到你了。通常这样啊，服务业喜欢用年轻的啦，看到我们这些老的要去应征哦，那就会不大待见啊、哦。哎呀，我觉得这样也不是好、啊，这个是你服务业这样搞，你永远也没有人啊，对不对？你要挑人，老的你又不用，你还要挑年轻人啊，那人我也没有办法啊、哦，所以人家才会说啊，老人要去做什么？啊，这个也是台湾的服务业自己造成的文化、哦、你要挑员工，能不能做，我是觉得啦，哦，你台湾的服务业应该是这样啦，你应该是要有一个类似考核的过程，哦，那你尽可能的让愿意做的人先进来做。那当然你可以继续招人，那个没有问题。那你今天这个试做的三天，好，比如说你先让他试做三天，那如果你觉得不行，好，不行，那就不要录取，好，你可以有一个试做期三天嘛，给新的，好，给新的试做期这样子，甚至你可以给他高一点的费用，就是类似保险金这样，比如帮你保一个短期的保险这样，哦，不是劳保啊，是类似安全的保险这样子，哦，或者是如果你说试做一周或试做三天，哦，就是说你这三天你一定要做完，哦，就试做三天，那三天后我们再来考核看你的目标有没有达到我们的需求嘛，对不对？那你今天就把它挡掉，然后你一天在那边缺人，觉得这个观念跟国外就不一样。哦，国外的话，他会尽可能的有一些的哈，我有听过一些在国外打工的，就是说他们会有一个类似试做期，就是说你现在做一个礼拜看看，那如果就 OK， 他就把你转正职，他就让你继续那个工作，然后甚至给你更高的薪水这样子啊，或者是更好的职位这样。那如果说你今天没有办法达到他的需要或需求，他可能就是给你三天的薪水这样子，甚至问你要不要做什么工作这样子，你这样的话在劳动市场上会比较有效果啦，有效率啦，而不是说老板认为你能不能做，并不是你有没有做，而是老板认为你能不能做，他才会去录用你。那你这样的话很多工作就找不到人，哦，就永远在缺人这样子。那没关系，反正你缺我就丢，你就缺，反正我这几家我都丢完了，我就会再换下个产业了。其实有个产业我已经试过了哈，会啦，会，我会上啦。可是我是觉得这样子啊，因为我有特别需要嘛，所以我就不急啦哈，我们就尽可能挑选我们需要的条件这样子。
那如果真的非不得已，我们一定要去做一个这样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就乖乖的去做嘛，对不对？哦，那当然，以我目前的状态的话，再撑个一年应该还可以啦，再撑个一年。哎呀，快点，中国赶快开战，开战我就可以回去打仗。啊，不用在这边撑了。军人就该打仗啊，打仗赚钱啊，拿人头赚钱是天经地义的事。来，年审啊，等一下，取消。你们发现我的刚刚回安土的时候的音节都不见了哈，再叫出来，幸好我有存。年审，然后素载明要正规打哈，素载明要正规打。到底通常我的示范影片都是打谱啦，哦，不会去打击啊。那你可以看高手打击，哦，高手打击。那你说我能不能打击？有些我可以打击，有些我还真没办法打。通常都是最后那只王击我。因为我的加成不够强，音节不够强，好，那没关系，好，反正跟大家讲，你就时间到了，他就可以打了，好，就是现场的规则，在一个大时代的改革，上一个时代的就比较好打。那当然，你的装备跟你的这个音节的或者是加成的水准会越来越高，啊。那你慢慢去升啦，啊，慢慢去升，增加升高，因为最近蛮多新手回来了，不是蛮多新手回来，蛮多老手回来了，哦，萌新啦，啊，萌新回来了。那可能有些早期走的，他现在看到的画面跟打法可能跟以前不大一样，哦，对，多了很多东西，哦，那我还是跟大家讲啦，啊，早期我们有拍的一些基本的影片，到现在其实还是适用，哦，就是说我们从音节回来之后，那你还是一个部分一个部分慢慢去完成啊，完成。我的影片只是告诉你一个入门，但是我没有办法做到极致，因为那个要投入很多时间。但是你可以，你只要去投入到极致，你就会超越我，这没有问题。甚至你只要氪金，你就会超越我，这没有问题。好，那我们用休闲的打法呢，我们就是慢慢去熬嘛，熬时间，然后慢慢去强化装备，慢慢去增加你的需要，哦，比如说，哦，以加成来讲，哦，加成会跟老师团有关系，老师团会跟你的音节有关系，音节会跟你的有没有突破跟贵人士有关系，哦，那你要把你的加成的等级拉高，你就要不断的去培养你的音节，培养你的老师团，让它慢慢升起来，让它慢慢变强变大，哦，然后等到你的，像我的话，我大概从我现在可以做出大概5000多的加成了，可是我的目标，哦，譬如说我的藤效还没有到，还没有到，没办法做到，哦，可是我的信血已经到5000了 ，OK， 那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就是要做到素体能够破5000，哦，我现在素体破4500是机会是有的啦，哈，哦。素体破4500，然后装备弄一弄就破5000了，对，那现在目标就是我如果能够做到素体有接近5000，哦，接近5000，那可能装备什么990弄一弄可能会超过接近到6500以上，哦，好，6500以上这样子，哦，有6500以上，甚至接近7000。好，这些东西都会跟你的到时候你囤的物资有关啊。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像这个东西就是要不断的去囤物资、囤物资、囤物资、囤物资。好，我们来打素载明哈，最后一只哈。图资就是什么？
打城战，打这个道场二，打活动，打爬楼，啊、哦，啊打道场二，啊打这个 TD， 啊、哦、打 TD， 为什么呢？尤其是打 TD， 还有道场还有打那个水井里面啊、哦、裂隙，为什么呢？就是你的鬼神石跟你的这个九九力啊、哦，尤其是九九力，九九力，九九力的话会影响蛮大的，因为你的加成的右手跟左手就是两个九九力，啊、哦，所以你只要有好的九九力放在你的加成的左手跟右手这两样东西上面，如果一个都加500，就等于的单一属性值就加到1000，啊、哦，如果你的九九力啊，比如说做出八框的哈，可是你给加成穿双八框的武器，哇靠！左右手双八框哈、哦，那个就非常的啊，价、哦、值非常高啊、哦。五级难的胜哎哈，你要有足够的物资的，我连自己 PC 的装，我的左右手，我的九九力都没有做到八框了，对不对？啊、哦。你看我这个才四框哎、欸，哎、欸、大哥四框而已哎、欸，哦，还有空间的哈，还有这个你看神器石都还没上啊，为什么我没有丢去神器石呢？你看我这个瓦力才171而已啊，而且我这是神秘石装啊，我这个不是富裕石装啊，富裕石装的话应该就150150就300了啦。呵呵呵哦，就加减用了哈，加减用。来，我们来看这一只啊，这是速斩民哦，这速斩民他会把人打晕哦，他会把人打晕，然后再加上打人痛哦，会有物理攻击，所以我们需要一个高桥，我们需要一个信玄，然后我们要一个可能要一个抗速的吧。欸、不是，我们需要一个德川啊，德川，然后还要小岛川啊，然后还要蓝丸好了。来，我们先看一下，满了吗？好，来看一下哈。哦，这个我也不保证会赢哦。哦，这个也是很玄妙哈、哦。阿果顿斗德川啊，然后小岛川，其实也不一定用到阿果啦。可以用这个、可以用速振啊，哈，速振，好，速振，可以用速振，没关系，我们阿果试看看的、啊、可是这个技能要看一下哈、啊，要什么有些东西要开起来，比如说不变啊，开起来。变要开起来，然后用它是榜四嘛，然后连续要唱要起来，啊，自神的话没有军血吧？我现在的状态是没有军血，看一下哈、哦，小早川好了啦，信玄跟。信玄跟小岛川，小岛川是佛门啊，哦，小岛川是佛门啊，信玄 ，OK， 那就佛门啊，就佛门佛门啊，哦，信玄是佛门，啊，没关系，我们可以把它这样改成四，啊，这样子也是可以啊。智力嘛，给高智力哈，然后要唱要神恩，啊，那这是开红二灯的哈，就啊不变，好，我们这样试看看好了，不是，好看看看看看，嗯，好，来速斩民呐哈，这个有点可怕的哈。来，我们吃个药，使用。
为什么会说开这个来开始啊？这次没有九死哈，烟雾机目标指定，烟雾机信玄上。为什么用德川哈？因为德川可以减少一万的攻击啊，可以减少一万攻击。那小早川的话可以叠耐性啊，可以叠耐性。这个圣诞王砍得很痛哦，物理的啊、哦。那这个瑞金机是会补血啊、哦，它会大补血。那天雾机开灯号啊、哦，开灯号，好、哦、开灯号，没关系哈、哦，没关系。哦，好痛哦！建议你还是带一个。这个叫做补师啊啊！我信玄我没有开补血哦，哦，所以信玄是不断的在放技能的哈、哦。神剑，烟雾流星，可以。啊，被吸引了，糟糕！还有一个四除倒机啊。安息，应该要带一个密教的合掌。三子教血之辈，砍。就记得耐扛住哦，这个粉碎板很可怕哦，所以一定要一个盾哈、哦、拉住哈、哦，那个盾拉住，这个一定要盾拉住哈、哦，不然他那个神经病在那边乱劈人哈、哦，有的打不赢是因为你没有拉住，然后他就乱劈人哈。哦干会抖了哈，讨厌死了！啊，可能会输哦。你要带个秘教的哈，没关系啊，大家看看啊。那我的信玄也没开补。你要打稳一点，就把蓝纹拿掉了，哦，就把蓝纹拿掉，带个密教啊。你们其实是需要一个密教，好吧？这场输我们就带密教了。还有不要用阿果哈。啊。好了好了好了，认输认输，再见了。我们以为会打快一点，结果还是被剪了。啊，速斩名也比较难啊。好，那等一下调整一下，等一下调整一下。再见了啦。
好，没关系，再一次。如果你有更硬的组合，可以拿出来哈。来，再一次啊。呼叫。我有后藤啊，指甲。呼叫啊。来，我们调整一下哈，调整一下。信玄啊，信玄药啊。再来就是高桥药啊，买个盾哈，不一定高桥。你如果有什么火性哈，也是可以的哈。要德川、小早川，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树镇的蓝灯啊，还有一个直家密教这样子哈。来，然后再来呢，我们把这个信选的行动啊改成会拉会补啊哈，这个拿掉。会拉会补，这个关掉啊，这叫做无脑放的哈。好，然后合掌的话可以，好了，这边插一个合掌好了，合掌法轮，对象减少而已哦，啊，合掌法轮，好，再合掌法轮，然后会拉嘛，哈，会拉，如来 ，OK， 然后速振行动，我看一下哈，不变自私。不要无脑自省哈。OK， 好。这个药哦，就靠这个，靠这个，然后药会唱这样子。然后，等一下，他的唱是唱谁啊？唱信玄跟密教啦。啊，信玄佛门跟密教哈，这个。不是军学，这个要密教。OK， 好。然后我们有带一个密教哈，直家。哦，直家，这样抽到大红色。然后把宠物换成好，铁炮音节设定登录6，好，再一次上。目标指定，天赋机，
哦，因为我拼星是打手了哈，所以目前的组合应该是会比较具有参考性的哈，参考性会高一点这样。那因为玩家 PC， 如果你今天玩家不是攻击手的话，这边就可以多一个攻击手嘛。还要帮给我帮啊！其实我想用盘肩吧，其实断的盘肩法蛮好用的。我靠，没拉好啦！被摸到了，你看到没拉好？睡吧，安琪，别忘了，啊。快全部拉住，靠巧别死的，救急人耐，啊！速展你没拉到，糟糕了，糟糕了！危险了，危险了！回一下吗？先回一下。三子教训，这个田物机会抖人啊，讨厌鬼。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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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样嘛，回样嘛，回样嘛！要被逆转胜了，崩溃吧！哇！哎呀，讨厌死了！能不能撑住那一只啊？嗯，我把指甲换成内藤好了。来，重来一次。还有一个打法就是内藤的打法。这个速展明其实日本那边有发展很多打法哦，比如说有内藤封住的啦，或者是用。
英杰胡椒柳，然后我们把蜜椒换成 Nathan， 这个素正小早川八五德川内藤新选 OK， 好，那刚刚有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小早川要不要拉人啊？如果我们不让他拉人呢，这个自动拉人不要，改成手动哦，改成手动拉人。那不然的话，他就是基本上就是补血为主了哈。对，好，来，再来一次。目标指定天雾机，信玄两发，走。加方走，打法白白种啊，再封，再中一只，天雾的愤怒，神速的一弹，因为天雾会放那个全斗的，这真可怕。好，全中了，全封住了哈，就是另外一种打法啦，内藤打法。哦哦哦，解了解了，被经济解了，要先把田物机干掉啊！嘣，赶快把田物机干掉，对不对？好，复回法力散。发现就变简单，
变得比较简单了哈、哦，因为那个物被封住树之后，它没有解的话啦，它就只能用物理攻击。啊，那物理攻击只要你的守护或者是结界有发动的话啦，就是你的盾哈，单盾或多盾哈，就可以把物理攻击给扛住啊。那当然你的盾要很强啦，我这次盾高桥的盾是还好啦。如果你用的是那一只目前号称最强的盾，也是可以的哈，也是可以。哎呀，瑞金也没中哦，来，田户基石，然后再来打谁呢？我会建议打丹丸的哈，因为这里面哈，这里面。如果是速展明的攻击的话，你的高桥可以拉住一的话，就比较没有什么问题啊，比较没有什么问题。这当中最可怕的是深蓝丸，哦，深蓝丸的物理攻击算是蛮可怕的，我会建议第二支把深蓝丸打掉。好，那如果说你瑞金机是可能会有这个所谓的补血的问题啊，你要先杀这一只也是可以的。你看这个是主导机，它是打会吃掉气，哦，吃很多气哦。它是吃很多气，不是吃掉气而已，它是吃掉很多气。真难玩。好巧，中勇的压程，好，有拉动，好，有拉动，全拉到了。你看他们被封住的话，就不能啊，不能用一些特殊的技巧啊，只能用物理攻击啊，普通物理攻击。哎，打不到他，讨厌。暗斗一闪，他来了。荒神基诺伊，啊，你看到？好，高桥把所有的攻击都兜起来了。专心射击，来，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好了，来打掉一只啊。深蓝丸打不中啊，风他的敏捷度太高了，打掉荒神的位置好了。急着耐，有跪下，
忠勇的牙城。哎呦，现在我的德川有分担的部分高桥的。好了。哦，我用的这个是属于比较笨的方式哈。如果你有很强大的印记跟加成啊，用印刷掉的可以哈。那如果说你今天是一个刚回来的萌新，跟我一样哈、哦，音节加成都很烂、哦、那就知道、哦、我怎么打、哦、看我怎么打，用什么方式打、哦、简单说呢，就是内藤封住，盾把所有的攻击物理攻击打住，但是你要先把天赋机打掉、哦、因为天赋机会开大灯。他有可能让你懂不中他、哦、然后再来就是会贴不上内藤的风速，能够风速的不止内藤啊，还有一个、哦、那重点是什么？重点就是说你今天内藤把所有的物理攻化学攻法术攻击都封住的时候啊、哦、就可以控制住攻击的种类、哦、就只有物理攻击，那你只要盾够硬、哦、那就可以了。但是盾的重点在可以拉得住，你不要找一个盾拉不住的。那盾有很多个啦，那盾能不能攻击呢？有的盾是可以攻击的，它还可以又拉又攻这样的。啊，如果比较笨一点就跟我一样，就是专门盾，专门盾这样，它就是当好它的盾就好了。我就打不中这个深蓝丸，真讨厌。好了，攻击架势，气不够，我的信玄变废物了，啊，糟糕了，赶快啊，不然等一下那个速斩。缺气，你有看到这个队形会缺气啊？对，不能拖久了啊，还是不能拖久，拖久不利。好、啊，那如果说你今天像我这样攻击的命中率低，那不要打深蓝丸，我们就打这两只，或打一也可以啊。缺气啦。缺气就拉姐姐进来了，感谢我的幸好德川还可以帮忙补一下气。信玄爬一下，中，好了姐姐，神能之一。好，战胜之力，他解谁啊？解谁啊？辅助抵抗力，他解了飞金机的技能啊、哦，这个风速被他解了啊、哦，他帮他解了。这叹息可以干嘛？三千。好了，甲肥虎来了，再封。哦，这次没有碰到这个。
最好的方式就是打会抖的啊，打会抖的。我应该要把补气哈，把天兽祈愿往前排。哇，这次要先杀啦，天雾杀完杀瑞金啦、哦、为什么？因为瑞金他会砍掉你的气、哦、他在用树，他用树用技能去打掉你的气，用树。那四主导是物理攻击、哦、打掉你的气、哦、所以天雾杀完杀瑞金啦、啊、真是太麻烦了，把我累积的气都打掉了，先把它干掉。又来了这个瑞金的叹息，它会吃掉你的气。所以有时候打王是这样啊，就是观察王，尤其是你拖得越久，你就可以看到越多的技能。好，你把王的技能或出手的顺序稍微记一下，不管打哪只王都是一样的。大概了解一下他哪一只哪一只可以，比如说三蓝王是物理攻击，伤害率高。哦，那四柱刀会打掉气，这只会放减气的树啊、哦。所以田雾杀完就杀瑞金。好，然后再杀圣诞丸这样子。那你的盾如果拉得住的话，基本上高桥或者是其他的盾把一打住就可以了。好，圣诞丸在抖了哈，我们就打圣诞丸。哎，没有吃小鱼呢，就是要安排一个赐予的。无名三连射，射射射，好，都在抖了。停电是为了挡。赶快给伊史哦，他这个 LV 上升哦，斗魂术效果上升，这怎么了？这是时间拖太久了，时间拖太久，他就会 LV 上升，会变强哦，变硬变强哦，太没戏哦，太戏哦。我是主攻手，他连宝珠攻都出来了。29000。哎呦，好痛哦。神速一弹二，崩溃吧！哎，两个倒了。
速降到我们看身上是干嘛？嘣！40000哦，神速一旦3。哦，啊，解咒了，解咒了，难得解咒了，又抖了。哦，他也解咒了。14000，武装枪是不是没有了？3发，他就是3发了哈。好吧，放奥义啊，放奥义，放奥义。哎呦，没中，糟糕了！奥义，特殊弹双填，这人家教的哦。居然被反黄灯了，真是晕倒了。好，来德川家康出了一个反黄灯哈，奥义全力射击，哦哦哦哦哦，快快快快快，要出事了，这代志啊，这拖来这代志啊。拖就出事了，哪个拖？封住！还封不住！我靠，你是搞什么东西啊？全力射击180000，我应该先把四株导机给打掉。攻守只有我而已。其实拖久不好啦，因为他如果 有累积仇恨或累积什么的，到时候出了一个什么大奥义，他错赛了。哎，中了，好，风速啊，帅帅帅，风速就是物理攻击啦，只要有拉住就没事了。哎，中勇，快拉住了哈，好的，维持这样子就没什么事了，封住然后拉住这样，但是。我的攻击不是很有力，看到这个，再一发，5米3.4，还有节奏了，来不及了，我已经出手了，玫瑰们。
幸好我有挂一个反灯哈。对，好，好，专心打野啊！攻击架势。啊，对，我要换回第一把枪，这一把枪比较弱。到的时候，我弄出来。哦，打很久齁，可是其实只打一次而已啊、哦，我们就只打一次而已，手通嘛齁、哦，手通。那因为我的攻击比较弱啦，那我这里面也没有安排攻击手，我主要就是用风速的方式来打。那等一下我就要把内藤给分享给我的这个加成共享哦，可能其他的也会用到，我们就用内藤打法。那我这支内藤有5000的字啊，也有5000，因为目前我放在加成共享的大概都有5000了。就用内藤把它封起来，就变得比较好打。那主要是你还有个盾可以打。好、哦，那应该就差不多这样子的哈。好、哦、信，哎呦，又没封住了，要出事了，要出事了。说没出事，可能就要出事了。那当攻击手了吧？我还有，没封住，给他自由的时候就会很危险。啊！我现在我有鹰眼疾可以打他。可以打倒他。诶，他出现一个奇怪的勾玉，全体减轻伤害。我靠，来这招，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这大招啊，这招是大招哎、欸，这招是他的大招。这样，啊、没机会了。哦，那打了15000啊！哦，又封住了，悲惨的人生。好了，越打越痛了。好，又补回来，可以。我们这个速打名，我们就用内藤打法了。好，用内藤打法。好，那就这样子。啊，每一次我们打给大家看的哈，可以替换掉我的角色啊，哪一只角色？因为像这个内藤打法的话，内藤就是要在了，就不能说我用。有他一只可以封，可是那只我怕效果没有内藤好。哦，那之前日本还有一个打法用魅惑的，可是
他魅惑是魅惑谁？魅惑树展明。树展明被魅惑之后，他会去敲他自己的人。啊、可是其实我觉得这个也不准，不稳定啊。对。那如果说你要确保你的角色啊能够不打到被魅惑的角色，那你就是不能用群攻了，你只能用单攻手哦，指定打谁这样，或者是一直追打哪一只角色。好，谢谢大家哈、哦。来，速战领逃区，好，那就到这里。我是老郭，欢迎来到信长之野我对话。试炼通过，好，这是道场二最后一只王啊、哦。那你要打击也是可以的啊、哦。那我觉得打击应该是这样子啊，也是用风的啦。好，机关浪漫 ，OK。那你的初次逃取打完之后，你就再去刷了啊、哦，去刷，刷。好，那今天就到这里。我是老公，欢迎来到新的地方，下次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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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